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门夜福气来》呢个节目，我系罗伊丽。Hello， 大家好，我系综艺圈阿权妹。耶，哦，咁个大家要发现冇，其实我哋一下都推翻啊，我们说外送、外送嘅服务， oh. 哇！非常的发达，一路一路红火，就看到东岛台有五色的，还够有粉红色的。所以意思是系讲，你系讲不下摩族啊，大天法师做啲店外送来咧。不过讲到咧，其实推翻其实高龄化嘅社会，要当到嘅老人家啦，和长辈啊，吼，其实唔系像 Andy， 哇，手机拿出来点啊点是做啲送，哎用嘅。啊，係用安樣嘅外送嘅服務呵，所以其實台灣要當多嘅協會啦，係講基金會要做安樣嘅提示老人家做啲啊送餐嘅服務啊，強化式嘅服務啊，所以今日咧邀請嘅來賓係來自推廠嘅呢個老五老嘅十公嘅服務中心嘅李信義，所以今日同佢來連線一下。好。第二绕墙都还是黑，你老唔老基金会嘅社工服务中心嘅心仪 ，Hello， 心仪 ，Hello， 心仪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心仪，今日当欢喜来两福气来咧，同大家见面咯，耶，欢迎哇，谈到心仪嘅上就会知道好有活力哦，好正能量的感觉，心仪已经好开心哦，不过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嘅主题其实真的很重要，轻松哟，因为按照你要囤时间以来哈，大家有发现，我们刚刚讲到大家都哦吃东西的时候可以点外送，对不对？很方便呐、啊。不过公司才发现哈，台湾有青岛跟龙岩噶，其实示范哦，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所以今天邀请心仪 TP 来讲，按用个主题。不过简单一开始，先请心仪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老吾老基金会。在这个台中的石岗服务中心有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项目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像年的年的服务项目很多啊，如同老人家送饭包外啊，嘛有做居家服务啊，因为有的老人家给自家无法度洗洗，无法度洗泡，无法度自家处理看医生嘛，个做下无法度，人都会派居家服务员都不卡，等于天秀。那外人嘛有日照中心，社区健康站，会留下一的老人家，会留了片。通下运动啊，是泡那嘞。所以大家有知道吗？糖一类、简单高一类，其实就会对老人家，我们说他的日常生活地度有青岛给照顾，全方面呢。对，我觉得对老人家来讲，爱用真金轻重要。其实爱用跟议题吼，背后有很多的故事都得分享啊。不过我刚有听到一个重点，送饭包哎，对，所以其实对老人家，我们说是送餐也好，或是以前给共识，不过按旧以来。受到疫情的影响，会不会影响你的按钮给送餐的服务？错啦，去年的社区健康站啊、日照中心啊，因为三级警戒，人家总哈也困嘞嘛。啊，有得来普通的老人家总哈就离不卡度嘞。啊，有得你还自家大人帮你照顾，啊，连到南外场居家服务员，么都送餐志工都不卡，伊同伊天数啊送饭包。啊，南外嘛有得老人家给无看天气，冬少出门，人家出门要戴口罩给慢滴呀，慢滴 OK 等会买。还有今年酒精嘛，他冇好卖，有的不卡度中下冇酒精是得消毒啦。啊，人社工治疗后就去同点募捐一条防疫物资，啊个一一送到农民家不卡度啊。所以其实简单讲嘞，按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老人家书都给养用给清苔给。不过其实你们送餐青岛年嘞，对吗？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了。错。年头两送饭包已经新万年嘞，从主心员工诶，你要懂得老人家，因为身体冇得经济因素，冇法度自家准备三餐。啊，人两三层地区的人口老化，个台中市个较高，啊，旧年伊提同许后生伊总下处理做些嘞，有懂得老人家可能一餐几多是一两馒头，啊，冇得系一碗汤。放一个罐头，安尼都应用无啦。家己带老人家吼，佮无面食的来添寿，所以人要请营养师来设计本老人家食的菜单，我平时都较健康，啊，佮更营养安尼啊。哇，爱用真运动好呢，轻用型。对，因为其实也着问题，有上次可能爱爸爸妈妈，佮也着吃卡多福卡个时间，就会吃到，哎呀，新年的又冇错，应该唔是做到按澎湃啊，唔是做食到按多东西，唔是按麻烦。
就发生都懂简单。故说爱用嘅方式，就做在本路人家是都较应用的喂。不过爱公司采访，爱根本因为访问心仪吼，爱看爱用嘅脚本的时候，你知道我脑中浮现嘅系乜嘅？我就在想，我老了以后是不是我爱黑天我还要是我变成一个独居老人家嘅时间，我觉得爱可能会先选择一下石冈这个地方居住，感觉服务很完善。爱用爱只有皮肤做在熟到老吾老基金会送给偏东，对，而且刚才你听哦，黑公你冇说爱用。偏东，佮可能是一点馒头，一只罐头，佮就按样式。来吃到很大重要的事情，其实你大家可以偏东听听。最重要的事情，可以同人的按样给接触，没错，同人的按样给互通，所以那是一个整体而言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对不对？尤其好有到突击的老人家，佮都可能规日嘞、规礼拜、规整年都能同其他人来做接触。故说要到生存的人员，是不是就是要到突击的老人家？算是讲唯一对外交流的出口啊。嗯，错啊，从疫情以前啊，因为常个送餐自工，但你送饭包的时候关心老人家一下，唔免把饭包用到几部卡都好咧。大部分嘛唔免用人基金会安尼做呢，其他的单位嘛嘛会安尼要求啦。假使老人家有嘛个异状啊，身体冇爽快啊，我看医生。嘛系送餐志工，诶，替伊间发现咧，通报社工。啊，有的老人家伊唔是事啊，嘛咪抢送餐志工，同伊看伊是重要的文件呐。啊，因为咧，因为遐疫情的关系，连轻量就是同老人家讲好，破包不用不用那位，轻量就是无接触的送餐。啊，不过有的较特别的老人老人家啦，那还袂要求。诶，志工，但你都要看到伊本人啊。哦，所以你顾送你谈哦，心仪这样分享，提供来听出来看到伊本人，就第一，其实伊相关度需要的是我跟你之间的一个互动，按用个关系，对不对？你可以胆枪送偏薄听听，是可以轻松有，不过伊就该有按用个管道跟人之间接触。不过我很好奇诶，因为爱给你按用个送餐服务，其实已经是过年诶，每下诶，你们是。周一到周五嘛，拜一都拜五，一天是送一餐还是两餐？嗯嗯，你一考一时啊，还送冬至餐。OK， 拜一到拜六，嘿，啊礼拜呢，我有准备的牛奶啊、调理包啊、冲泡包，今天是打吃的一个种类系。啊，我们当年冬至餐吼，俩送是350人份的那种啊，很多。你阿妈有发现有的人暗存嘛有需要，所以人俩暗存嘛有送100人份。哇，所以其实量很大，量轻胎耶。是你你这边是因为你在这基金会其实是督导的一个工作，其实你在这里工作也青头年了，你自己过去也有经历按有亲自送餐给父母吗？也是有。有啊。哦，所以杠出精神，哦，对不对？嗯，所以其实这样的也很需要人手。没错，而且每次都唔单枪生存而人数啊，生存差不多几多少人呢？我们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人数的铺分。嗯，像人家厨房诶，工作人员干哪五个人呐？住床住饭店，干哪人吼无法住暗度碰到，所以你嘛要招募一条志工啊。菜啊，切菜啊，装饭包啊，人俩有另外一个志工妈妈同人来轮班退休，因为两个志工总啊是在地人呐、啊，差不多六七十岁，啊，当当然是退休后来做志工诶。另外嘛有疫情吼，唔管台风台雨，当然总啊要把饭包送到农民家不卡多诶送餐志工，啊，人嘛唔见记得。车马费啦，啊，对于俩送餐服务来讲吼，俩性质讲吼，实在是重重要的啦。嗯，其实公司在把你准备起来也很有家里的味道，就他们手艺其实都很好。对对对，会很有家里的味道，就好像是吃自己妈妈煮的这种饭菜，按有给干不够，对不对？有吧，心怡。错啦，也得自从妈妈嘛懂我煮哦。你看这心怡讲起来眉开眼笑啊，妈妈很会煮。对啊，尤其是像外食给周 C 给你，就会很期待说啊，我们一定要能够吃到妈妈的味道。对。不过说到这边，其实我们要如何来申请就按有给送餐的服务？因为好像很。听起来这个服务其实很棒，很完整，对，又有董租，又有安补，
做了新强的长照服务啊，俺头先讲的送盆包啊、居家服务啊、日照中心啊，然后中华金风片哦，金福的讲拨打1966长照服务申请专线都是的啦。啊，金福俩嘛派你到卡度去评估，同讨论讲哦，人家需要嘛个服务，啊嘛依照身份福利别了收费安尼啦。嗯，所以其实。故说弄人家做滴大天发稀，就是申请安养给送餐给服务。可是如果记得有迄独居老人怎么办？比如记得唔滴安养给资讯，记得话唔滴安养大天发，有没有其他的协助的方法？有的嘛是立中啊，啊无就邻居有的真热心的，总好的大天发老人基金会同工吼，啊要不要带一个老人家啊，老人家啊，也是得去听住无啊，你总好是的。啊，政府今嘛，俩总好有肠道服务嘛，蛮完整的啦，所以是得来申请啊。总好有补助诶，好好。那这许以分享都同好吼，唔讲诶，刚刚有谈到讲许以七家有去宣传嘅经验，系唔系做得请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先前七家去宣传嘅时节，有发生乜嘅印象比较深刻的？对，一些回忆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或是长辈给你的回馈，安永你。松盆堡的时候，因为人家松盆堡的地区真太啦吼，遇到和平动员的事情，还有一点钟哦，送到建工哦，那都让人家去参加一点人带啊，去因为吼公法因都很爱啦，都很爱去松盆堡的时候，哇，俩好毛，金币新地好毛，这都是俩都很爱诶，金币唯一讲的一句话啦，每一下哦，你送饭包按多给经验，嘿，每去多几片，有请多给老人家会同你讲客家话，太不强，有按用给，总下不讲呢，因老人家听到人系讲客，因为人用下讲总下系讲客较多啦，讲客嘅客人佮都较亲切、较热情啦，因为他讲客多的话。嗯哼，所以我知道该老人家真正去信佛，因为你看到我有偏帮，我又可以看到讲什么的，然后还有爱心、温暖，对，因为都得讲客家话，哎呦，就较亲切，对不对哈？这就是今不记，其实心意同大家分享，其实都一下老吾老基金会有爱用给送餐的服务，其实还有青岛老人家协助的服务，其实唔单单去送偏帮，还有其他的。其他的服务对不对？哦，所以这一段我们非常谢谢心仪哦。好，希望有机会可以常常邀请心仪来到节目这边跟大家一起连线。走得好，谢谢。好，听听下来咧，强哎，你个观众朋友先聊下，另下茶还有很好多个故事，老太跟你分享哦。哎，你俩同节目了，所有嘅乡亲朋友分享很好多，其实都推动老唔多基金会嘅服务，还有升起了感同应该故事。不过一开始咧，分享记得之前先啦，你嘅乡亲朋友来提醒哦，因为俩同时间其实大家很系注意你嘅方式哦，从大灾恩啊、救济，不过不下嘅清洁，很系非常嘅重要。当然是会想讲，哎，你用漂白水来清洁，然后你嘅乡亲朋友来讲分享一下，其实一般都不下嘅环境同你嘅家居啦、做下啦。烫下啦，其实用1:50的漂白水是做得了吼。哎，这就是比例的问题吼。还有系讲，讲到你不卡改成洗身间呐，来个马桶啊，用诶1:10的漂白水，安样是做得了。不过当初啊，个世界老太高咧讲哦，系讲呢种漂白水个世界，室内个空气会记得当流通，还有。哦，我觉得这个冻虫老师，你挑好个漂白水，你是洗点种子女水，然后去溶的，莫讲哦，今天哎，你挑冻都不用一粒白，哦，安样是唔好，所以你要是你今每个风衣个简单个写字型，然后你个向亲朋友来分享。听你下来咧，哇！我们以为来分享嘅系来自诶啲老唔老基金会服务中心嘅，诶啲讲哦，非常致歉，诶啲讲主讲嘅负责人美珠姐美珠哈，诶啲啲下子咧落去连线哦。好。
今日拉分呀，还是安尼啊？老唔老基金会介安尼讲，主讲介负责人梅珠，欢迎分享啦，梅珠姐。大家好，我是泰美珠，真欢迎今天来到福气来咧，甲大家见面。耶，我特别真欢喜昨天同梅珠姐见面哈，尤其是来来自泰。台中台埔强董事，董事台埔强，嘿咪基金会经营哦，讲个客家话，台埔强都讲得暗号哈，嘿咪嘿，有冇有冇，对不对？嘿咪嘿，其实阿恁你问啊，台埔强啊，其实同佛教当中也当中啊一个推广啊，哦，阿咪当中还有啥物哦？尤其诶，我发现到你问咧，还有啥妈妈哦？诶，也爱咪不家坚持噶，从细汉的生意开始因学习佛教。嗯我觉得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太进步真的因为我要去过台中街坊去做采访我发现台中有就是台埔强其实这边的推广其实做得很就落实的很踏实很扎实那他跟云姨妹讲得懂好啊很厉害结果他爱同阿群妹突然间有一点点自己卡卡有个感觉不过真的请粉姨美珠姐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基金非洲的青岛的事情哦不过亚吞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亲有意思会不会因为五月啦、六月、七月、八月都就是都压哈因为整个疫情的严重不说其实对于这个志工会不会因为这样，这志工的这个人数就减少了？我以为用给问题吗？嗯，有样向导。就是听报的呀，因为俺那的志工啊，当多人总下是坐公车来，哦，啊，相对坐公车人数人抓不卡多接触嘛，吼，所以根本看你们不就少啊，所以都欠停，俺们每到给你安全，俺们每到俺所有地方工作人员安全，所以俺都是不欠停，肯给买来服务，啊，当然。欠钱的时啊，都要少当多志工啊。按你这时要过弄过钱，其实也冇安简单。所以我都拜托，我连呼叫的志工啊，还有其他多拜志工啊，一礼拜啊，可能都各家做一年、两年嘞。其实我的志工长期以来，当然配合伊咪当好，所以佮咪当翻译，当翻译愿意来配合俺那种诶家族的时间。所以其实按呢，基本是按呢，俺的判包讲究法度哦。按台中的判包就发出送礼，顺利安尼送出去啊！然后非常非常感谢安尼愿意的配合安尼职工。对，其实公司采访，因为亚吞时间大家都很紧张，故说其实很多工作跟逢时每天做按用滚动式的调整。你像可能你说志工，你看那时候我们其他大家都要在家里，都要尽量减少移动。可是黑工我们不移动，其实有青头跟弄人家就没法突有偏动后生，因为影响按用给送餐的服务，对不对？其刚刚有讲到动到都是六七十岁的也着志工的阿婆、志工的妈妈，也着其实七家的年纪咪也蛮大的。不过，其他到底啊，疫情的期间，还有七家按三忙来到亚片来准备煮饭啊，准备送餐呀，到爱本太家是，真个爱本家都掌声鼓励，掌声鼓励，真个不过太家真个轻用心去做，不过都亚其实有青岛的问题吼，啊七家咪青好去，公司才发的，你会送爱用个片头，送到老人家的家里，记得做得按用说，其实老人家会说个东西，唔系按简单呢，唔系讲哦，就我们一般自助餐用个片。就那个应用就好哦。对，故说在这个我们说准备这个片头，是不是也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啊？因为我们老老基金会啊，所以就送出的饭包，大部分总是老人家是嘛吼。啊，老人家唔咪滴啊，一天大部分转有个三个，所以眼睛用事啊，都会特别把关。哦，一天哦，少油啦，少盐啦，哦啊，本来营养是在均衡。啊，所以俺的泡呐，俺冇是泡泡，俺做下无难米，燕小麦呀，啊，冇到糙米呀，哦，啊不就泡本糯米牙齿，啊，当然就俺的泡呐，对牙齿冇好的糯米牙，可能都会造成给你负担，所以俺冇就买，好，啊，对糯米牙，牙齿冇好的糯米牙，俺的菜咪会就较黏的，好，啊，吃开就就较黏。啊，本地诶，托细细的方面呐，唔增加给你困扰，阿妹就发出孤独症状。
真正的刚刚看到个偏东个菜色，个菜东多，还个又牛，个看到个都是一些些的摇。知道是给比我们这种一般上班族外食对还要营养，还有会青葱油给，对不对？所以要就会注重注重不漏你家是真的很注重的一些小细节。对，啊，唔过就有一点问题的呀，因为冇讲漏人家，因气感未强用，唔管系几多岁嘅人，唔管系乜嘅人，听说都有几唔中意食，唔好食，想为了健身想要挑食一下，会有暗用嘅漏人家冇？哦，你是听话的啦。譬如讲，因长期做饭习惯，因咪会心难嘛吼。所以俺咧自工除了了厨房做以外，俺还有安个电话问安的啦，关怀访视。那都会去农民街，不怕家己关心。好啊，都会顺耍问讲，你对俺咧咧环保就嘛该想法，就嘛该意见。哦。有的农民家就讲，俺现在冇想当你习惯呢，实在就是说改变嘛。俺咧咧。房市将来自工都无刚刚建议过，哎，老人家吼，可能都想法想吃炒米粉啊，好吃面啊，好吃等面疙瘩呢。所以俺们经过俺们的调理了后啊，俺的营养师啊，都无安排。我按当一夜啦，就两夜的快乐餐，快乐餐。平时你脱离了营养哦，营养均衡也不能脱离，所以阮老人家哈。除了吃饭包、吃难料后啊，佫含有更多的选择嘿。对，不过除了呀，唔像吃饭吃到那个吃到难的以外，可能其他的还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讲有的人可能头白种田啊，啊其实唔识牛啊，也讲有的人啊就唔中意食香菜和盐食的，懂懂人唔好生呢。我有暗用这个状况冇？对。比如说不吃牛，比如说我拜托吃牛牛，那你们就要特别同牛牛，哎呦要分出来，对不对？从某有哎呦给问题。俺们因为俺两系农家地方啊，是在讲大部分的农人家跟做下农买新牛啦，所以基本上哦，俺的尽量是莫干牛牛啊哈，不用和碰不用到加个菜单底板，啊，如果说譬如讲就等于你买食鱼的，因为俺恁就鱼嘛吼，俺恁纯鱼子我还就鱼嘛，所以俺恁个清量，譬如讲点买食鱼啊，啊就没就你无好是鸡肉的，俺恁个另外都是买食鱼的，俺都买不用，买食鸡肉的俺都买不用，冇不用鸡肉，啊都另外嗰只的迄种的主菜，拢是家己调配啊的，还有个素食的。俺基本上把恁个看无个全素诶，中华农业个种个方片诶，对，肉边素，什么锅边素，是这样子讲，锅边素，对，不是啦，应该是肉边素啦，肉边素，哦，所以恁都无加肉挑起来，哈，还那个以蛋白质较强的做主菜为主啦，啊就尽量满足农民家需求啊咧，因为之前啊咧按就是么做饭包，啊咧咪希望讲本农民家是要较繁衍，啊咧跟心情好的时，啊咧饭包是要蛮好吃的。我知道有许愿给讲到许愿点餐有冇？你讲有自动送饭包了，感觉同意许愿，而且还有嘛，清量点餐给讲过，不说像。我们也会想到节庆的问题，中嘛，对不对？过年过节的时节啦，有嘛个习俗的服务么？过年过节哈，像个嘞端午节啊，哈，端午节当然都应景啦，俺都会送粽子点心，好，除了送粽子，另外送粽子的呢，哈，啊，还有另外一个俺嘞老老亲太的，发痛都是做年菜，做年菜啊，对，俺做年菜哦，大部分都无限其他人。哇，真紧！俺的工作人员呐，按俺的志工啊，都差不多无限量的。提前日吼，都系来备菜嘛，洗菜啊，切菜啊，啊，过后准备到就会无的东西。啊，天气热呢，俺将各家菜煮好的时，啊，都向志工家包装好了。这是厨房的志工的部分。另外天气热，还有一个当中有的志工都是爱心大使，爱心大使让俺们煮好的饭。看啊，好，就会年菜送去本农民家，好，头先讲到个送年菜的部分哦，我再补充一点，对，俺们的年菜啊，哈，原则上啊，俺们当年无空款的变化，因为每本农民家
有无穷款的期待。嗯，不管有两种的菜呀，吼，一天二油的都是二油黄、鸡黄啊，二油头就梅叶啊，勾芡呐，年年有余。上班的都是上本老人家，诶，是在那些就等于要拜祖公啊，然后拜拜拜拜这东西来，诶，本身就该过年的气氛啊。是。爱心大使的部分，爱心大使的部分吼，都是安尼无天天年安都动太量的志工吼，安尼都无是对外招募嘛，对外招募都无就得社会人士啊、还有商人啊、学生啊，吼爱好晓得事情的，那么甲做好的年菜送去，大日爱家爱户送去无安尼老人家，吼。啊，俺除了该年菜以外呢，俺还有孝风包啊，还有搭春联啊，还有家己讲到过年较开心的、较开心、较欢喜的关系嘛，吼、啊哦。啊，所以其实俺的老人家当多去，其实吼、哦，俺无送年菜本地的吼，几乎都是无年托付卡替伊家己团圆嘛，所以几乎都是独居的老人家，所以其实俺看到俺老年来时哦，当多老人家吼，真应。反而感动的对不对？啊，其实我们从因为今年从今年的疫情啊，吼，因为为了太自家安全啊，所以我们的送年菜，我们的策略都就是小可以改变，吼，都是总汉拢是按工作人员都完成啦，吼，按当多志工都无法度了，啊，等到过年说的时间来量厨房做志工的时间，我讲没住。哎吼，当年哎做来了做志工做安多年的吼，阿妹做年菜做安多年，啊今年无参加吼，哎过年啊吼，穿就安尼感觉少嘛，感觉少一种东西，情感都怪怪的，对，没错，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其实你就第一，其实俺用唔单只系送饭包、送年菜，其实系有感情嘅，因为他跟那些老人家有俺用嘅连接吼，还有请到嘅故事，就嚟到大家来分享，所以请你家乡亲们先聊下，你马查，你等下当中来讲哦。东方爷就在绕墙的类似老母老基金会社工服务中心，跟你讲志工的负责人每组姐妹组姐来到你的节目地图，让那位分享很多好有意思的故事哈，挺有意思的故事。所以美组姐哇，美组姐你还在我们的线上哈，再请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嘿，没错，哎，要从节目同大家来讲，哎，就你看到上一段节目你讲到青豆，你看哇，那个美组姐分享的好细腻哦，我们对于这个菜的这个。分享，比如说要炒米哈，爱饮用啊，过年的时间会有年菜啊，大家爱用你。其实独居老人很需要的就是陪伴，对不对？啊，太家讲啊，过年爱用这些事情。不过吼，亚彤节目我们要贴片同太家的分享，就会大家还偏懂听听，其实周偏懂给菜。哎，也是你们自己这边来出产的，好厉害哦！最年头，古时候记得有一个哈老农场，嘿嘛，同太家的分享一下，亚彤用的个农场。乜嘅農場啊，容易，嗯，咁樣識講啊，本來都做下係務農嘅鄉村嘛，吼，啊，當多老人家就該做農嘅經驗，所以呢，咁樣嘅，咁樣嘅嘅概念就想講，熟練能力在應用，嗰條本該老人家就付出貢獻嘅能力，吼，啊，咪本嘅人退休了就適合做啊，所以咁樣就想講，是係咩時代嘅成立一個農場？好来种豆菜，分俺们的食堂，哈，分俺们送餐，就好就嘛嘞。这种的概念来设立，来将来成立的农场，的哈老农场。哎，公司采访啊 ，TPO 来分享一下哦。我觉得这是国情不一样。你看到黑工，你看银鬼，他敢有喊的时候做中法，就说每个人的那哈地度都有法眼，有冇？因为星期六日的时候，他敢爱无喊哦，因为爱会整理爱给法眼。不过台湾就亲无强哟，很厉害哦。他敢哦，我觉得好像
以前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哈，就是像现在50岁然后60岁给青岛给妈妈也爱敷你干，哎，大家都会种菜呢。那个好吧，那个不好有哎 ，C C 给梯房，大家就在那边种菜。妈妈没你妈妈也会种菜。种芭蕾啊，种火龙果啊，还个阿姨包给摘出，全部就寄上来台北本。按用家的会有成就感，无办法煮饭本来是因为爱的台北嘛。不过家的做得付出家的给劳力，然后有甜美的果实，才个寄上来台北本啊。错，古时候我就吃到过，因为大家吼，我就台湾正经吼，青岛的妈妈好会种菜，种菜好像唔得嘛个特殊技能，就几就会。古时候就像美珠姐分享的，黑工一下做得招募按用给安利用按用给熟龄给职工，用他来种菜。他可能过去的30年都在种菜，哎呀，他又种菜，还可以服务别人，有一个贡献。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对，太棒了，对，所以我也好想去那个哈老农场去学习种菜。不过贡多亚片其实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清用心给提防糖供有青豆给水跟蔬菜葱毛，那那边哈老农场哦有两座。哦，第一座的，一座都会种水根诶，一座都会种土根诶。那水根啊，顾名思义都会一定哦，诶，用水来种嘛。那种水根的蔬菜啊，都会要加菜叶、菜籽叶呐，吼，比方说该海绵底部，吼，用加菜叶哦，比方说海绵底部，然后进去进到本地发芽时，吼，啊，将加该。海绵将个种落个水草会个玻璃拢上盖，玻璃拢会上盖安尼。啊，不是皮都蛋糕安样。菜呀，唔免种到水红，佮都无太不将哦。哦，底部当然要放一些菜蔬，因为营养力都去，啊，将本菜不将，那是水根的部分。另外一个都是土根，好，土根的部分呢，我们就想讲。既然是本老人家种啊，按当老人家的脚趾头都会较无好啊，所以俺恁就做个高价植物在设计的本老人家种出来，种好来较强壮。哇！按讲俺恁就按你想法啦，不俺恁的熟龄的职工啊，因为关系一家家菜种到天内下，所以见到这边讲，俺含有一个就含有一个天哎空气的时啊，见到想讲，使得不俺好好发挥嘛。哦，加菜种到天内下，跟种较关系啊。哦，咁咪好啦。既然我来农场做些，当然要做较快乐的事啊。吼，我极限个唔是天然就选做，所以俺就有些土土根的另外一半都本农民加以发挥哈，都本给加菜种到个天内下，按因为袂造成给恁的膝盖的负担啊、受伤啊，反正都。一直建议农民家讲，一天都坐喺凳，吼，坐喺个矮椅子啊，矮凳啊，吼，就冲出来安尼，啊，见到感觉讲，哇，安尼老吾老当贴心的，安尼小地方啊，安怎来想？所以今天来种菜，咪种一当饭。真嘅，韩国可能睇下种菜，像有条专门种菜嘅人啊，加条会有自家嘅想法。迄个独到吼，有同自家意见无相用嘅。刚刚美珠姐就有讲到，再个本人谂我一代天，本人自家去发挥，对不对？嗯，对。韩国出的呀，其实我去菜讲啊，我本来无种做农嘅经验，啊，唔过佢在个。我们的志工啊，经验多丰富啊，吼，去建有力的后盾啊，所以俺农场人就发土好维持到两万啊。因本来俺忙要种菜时啊，俺姐妹讲，其实种菜咪当简单啊，啊都把菜种落去都好咧，就嘛个困难。啊，不种落去也是将发现到讲，无按简单哦，就得用菜啊，都必须要友善土地啊，吼，而且系讲要菜虫啊，死的时啊，按安全上。家己种诶事情一一的去克服，所以我都想讲，啊无归去啦，我来利用耕耘的时啊，我都会去社区大学去上那种诶课，吼，将啊含有问到个到店吼诶店家啦，吼，啊含有问到志工啊，啊综合给恁的经验嘛，吼，啊将来慢慢一直从工作中慢慢的去复习吧咧，啊个。菜就不会开讲的话呢，好好，所以这个是美珠姐的经验，对，美珠姐的经验，对。黑公兄疫情阿皮莫，要是像我，假设我们也想要去哈老农场当志工，不过真的没有务农的经验，啊，不会种菜，他都给片做得好些，做冇？
就得从头学吗？这样子？哦，当然是对啦，因为其实吼，俺虽然是农村地方嘛吼，啊，不过俺当然咪就等于是上班的，上班退休的嘛吼，所以跟当然都较无介种菜经验，所以就到自贡都会想讲，俺是得来农场看看嘞种菜嘛嘞，当然才反映，既然俺是熟龄人力的应用嘛，所以俺当然都是希望讲，老老少少的自贡吼。中下拢系反映他自己参加，我们无排除讲俺唔晓，所以俺都无希望，俺咧无安尼想法咧。嘅当简单嘅工作嘅地，做得本人做嘅，做得去做虫嘅啦。啊！因为嘅菜虫嘅侵扰啊，侵蛋嘅扰啊，就做得去一类去老虫嘅做去咯。而且有机的嘛，你要友善我们的环境，古时候又做唔得杀农药，啊用嘅方式就会懂很勤劳去做虫嘅呀，对。黑唔黑啊？呀，农从听说读到懂到虫害啊，要得问题。对，黑没有用农药，不过大家要他推行的又是有机，友善，对不对？因为俺自贡啊，其实俺那边的自贡哈，当多年跟之前种菜哈，就穷啊，都下脚啊，错都恰出错机。哦，真简单啊。哟，今年都想讲，安尼后面都较上年底啦，哈。好好。我就讲俺的自贡讲，俺那咩，俺那初衷。是希望讲，安尼的菜是无农药的菜，本安尼的工人家洗的菜佫较健康的，吼。虽然安尼其实俺做泡包的菜啊，总还有经过认证的。哇！俺妹妹青菜我袂买，俺的泡包已经有经过认证的。但是我都讲俺的职工讲，如果俺是种的，佫本工人家洗都较健康，而且那上好喏，安尼的所有的肥料俺全部用化学肥哦，俺的总还用个有机肥。种出来菜，虾米当好食？哦，俺的自贡稻米方，伊咪当正统俺的做法，见到姊妹讲，俺老老真系当用心，来做俩收盘包俩俩样服务，所以跟对俺的认同度也提高了。所以跟就伊啊，见面自家想讲，既然俺的种出来菜，证明有样较好食，跟自家咪种俺的感恩捐款的菜。非常的友善，对老安永的理念不但像在七家的基金费有遵守，还有每老安永的概念，友善土地的概念提供本大家，对不对？分享出去，其实你没看到，因为有青岛的阿伯妹他种菜可能种三十年四十年的，他用的就会安永的惯性农法，不过他都老基金费的时间，他可能会改变用安永的自然农法，其实他没有调试。可是我知道在安利的生活的环境地度，就会安永一些的学习，对老人家其实他已经惯了，你要去改变，没那么简单。不过是说他真正改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不对？还有我们台下的永宁，其实大家有发现吗？在节目开始都一样，因为大家送片头，不过你看源头的菜也是七家种的，跟他说源头的菜就会清后是个有机的又营养，然后延伸到对，延伸到一样是片头的地度的菜，真的就是最好的一个材料，没错。不过更多一其实还有个哈老农场，我们就越来越发展，大家有发现吗？我们大家的老人家黑妹妹朱姐也还有那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幼共学的按钮给发通，有冇？有。俺做了种个发通啊，俺都会请俺的健康站的老人家啊，吼，甲附近的学生乡下来到农场，啊，有老人家来教学生完全种菜，啊，完全认识叶菜的种类，吼，啊，所以跟恁家老人家相处的也非常的当融洽，啊，咪当欢喜安尼。啊，就到学生啊，种菜种种嘞啊，种起啊，跟因为跟那附近的学生嘛，所以跟用料用下课的时啊，跟甚至我自己快跟自己种的菜就太晚，而且是农教育的感觉，从菜地哦，对，先当等等一下哦，哈。俺不想个怕嘞，发痛啊，因为俺老基金会，俺服务的总啊农对象总啊是老人家，所以俺咪希望讲咱的后生人啊。我对老人家的尊重，所以俺就咪盼安尼发通，本来对学生啊，将伊将底好尊重，尊重老人家，吼，将伊不怕对待自家阿公阿妈咪宽宽。其实这就是彼此之间沟通，用一起的按用给学习，对不对？哈，其实老人家其实有按用给。
机会做得跟小朋友亲近，去亲欢喜。啊，生意也做得该有安样个工厂做得去同老人家来相处。对，我觉得这对伊条来讲，也是另外一种生命教育安样个学习，还有跟阿群妹讲到一种食农教育的安样个学习。嘿，根本去真个亲欢喜做得有像到你老母老基金会个，社工父母中心个，福建人自贡吼，个美珠姐都来为到大家来分享。感谢，迄个有机会接下来同大家来打水鼓。OK， 好。听你下来是咩健康的理解啊？法律四单元。恭喜福喜来理解，所有嘅朋友会记得去到福喜来理解免税清账，还有听嘅你客家电视嘅 YouTube 频道，让理解人片嘅分享出去哦。感谢大家。